清门十二家武馆，太极、八卦、连环、金刚、大成、罗汉、通背、大红、小红、五行八极，还有你墨家拳法。守成兄，你广收门徒确实好事，只是也不能坏了咱金门武行的规矩。 上一辈子有好多规矩就已经约定俗成，顺水行舟了。可如今守成兄要破坏规矩，岂不是要给余会长和各位馆主难堪啊？啊，对啊，不能这么。 守成，还望你好自为之。全有真假，我有真假吗？既然如此，就按金门的规矩办。 你们，爹，服不服？服！师兄，我可都接你二十招了，你可得说话算数啊！算数，去吧。可以，可以，走啊，走。 师兄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就这么放他们溜了？眼红吗？嗯，羡慕吗？嗯，好了，你也接我十招，我就放你走。出去，算了，快点，练功了，练功了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一杯。 大哥，嗯，要是爹发现咱们练功的时候溜出来，那可是会打死人的。怕啥？天塌下来有大师兄顶着呢。再说，爹是被请去喝茶去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回不来。 这小子牌高见的，大爷我把个吧。臭流氓，敢动我冒云练的弟弟，我看你活的不耐烦了吧你！今日小爷让你长长记性。你头发怎么白了？ 我日夜教导你，心无立德，你却仗着功夫
在外头伤害无辜他人，我看你根本不配做我心腹之人。师父，您为什么要和整个武林相背，教我们真功夫？全有真假吗？ 该来的终究是躲不过。自打前朝起，金门的武馆逐渐崛起，大小门派55家，外来的无名之辈更是举不胜举。走到如今，余下的这些武馆，代表着我们天津武行的实力和名誉。武行营盛， 规矩不能破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到此，就是要重新立立规矩。莫馆长协议，由莫馆长来挑战所有的武馆。余会长也来无恙啊？什么风把督军大人吹来了？听闻今天是天津武行的大日子，我闲的没事干，过来凑凑热闹。顺便给您准备了一份大礼，助助兴。 诸位待会儿自然就会知道。您继续，我就在这儿叨扰片刻。莫师傅，久闻你功夫了得，今日晚辈正好与您切磋切磋，得罪了，请。 爹会来与我们会合吗？少爷们，你们不要出来！
还有哪位师傅要讨教的？莫馆长好气魄，您一个人赢了这么多武馆的高手，实在是令小弟佩服。对了，于会长，比武全凭个人意愿，输了滚出天津城。 永不回来。请问，这个规矩还做？ 为什么？季江全。季师傅，你受伤了，别打了。爹，我帮您把药讨回来了。 爹，等你伤好了以后教我武功可以吗？爹，爹，你怎么了？爹，爹，爹，你快回答我呀！爹，爹。 你是季家的后代。
师父，请吧。如风。 师父，我知你不义，别开了开馆立足。但圣父游天希望你能明白。少爷，你们赶紧走。救我爹！洛尘，抓住他们！救我爹！这样，救我爹！
你竟然敢自杀绝！你要干什么？难道这不是你想要的吗？哈哈，墨家那小子找到了吗？没有。这墨家上下和整个天津武界都已经在你手上了，为何偏偏要忌惮那小子？ 他们一定会找我报仇的，一定会。东京大人，机关长，于青山那老东西，派人把莫守长给葬了，说自己也要告老还乡。要是这样的话，天津城武士会会长、薛馆长为我等如此尽心尽力，这区区武士会会长一职。 可不非你莫属吗？哎呀，哎，谢谢您啊，太好了！杀得好，看来这军姐的希望果然还在武行啊。 这戏班有戏班的规矩，来路不明的孩子不能收。啊！ 快回去！没事，快！打！不是打！哎，打他呀！打他！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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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还疼吗？不碍事。嗯。那酒。 三岁的你，我宁波乡下头一步一步走了上海，登了一座破庙里向。庙里有个和尚，天天念经，一家子辈，我也听不懂。有一天。 要帮我低头，讲我个人，要么念经，要么去杀人。不念经，不做和尚，是要下地狱的。我笑了笑，把那天讨来个木头留给伊，我也走了。后来。 老板们谈好的事情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龙啊，干什么？你们谈好了？和谁谈好了？老子没同意，大总统的货也动不了。滚！老板大神，你叫我谁吗？啊！我马头魁见仇扎阿三，兄弟们给我上！谁敢动？ 大哥，滚！我错了，大哥，走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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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这花篮板这边，快点！哎呀，莫老板，谢谢，来这边请，里边请。。啊，莫老板，谢。三弟，这么多好东西，你让二哥好生羡慕啊。看来你比二哥讨女人喜欢多了。二哥这是话里有话吧？怎么听起来一股酸味儿？对，这上海滩的柳浪蚊莺啊，都在你二哥我手里捏着呢。我是谁也不嫉妒，唯独嫉妒你。怎么样？警察局长的千金和江南制造商会的会长可都在外边候着呢。三弟，可愿赏脸见上一见呢？你一直都知道我对这些东西向来不感兴趣。别啊，二哥都请了你800回了，难不成你还要让二哥跪下来求你啊？只要你回去跟我和大哥吃顿饭，我就答应你。
你南下的第二天，老爷的身体就不好了。入殓前，府上的所有仪态都做光了，只有五仪态一直守在这里。我当是谁？原来是舅舅养的一条。 会长大人物以来啦，东方少爷，红爷的灵前还望您放尊重些，毕竟斯人已去，留点口德。口德？<笑>我鞍前马后这么多年，鸿门上上下下全都看得见。我舅舅最后推你这个来路不明的小次郎。 今天吹的是什么风？莫经理竟然有兴致约我在这里见面。东方老板，见您一面可真是太难了。嗯？太难喝。换酒。哎呀。 东方老板好胃口啊，怪不得能吞得下福寿膏这么大块肉啊！你都知道些什么？人人都知道，福寿膏如珍似宝。既然小弟知道了，那大哥何不就分我一小杯羹呢？ 堂堂上海商会会长的弟弟，竟然对我的生意感兴趣，难道你们哥俩真闹掰了？东方老板，据我所知。 您从东洋进的那批货，走的都是汉口码头，之后绕到上海。可若换成上海商会的黄埔码头，这一去一回的成本，应该能替您省下不少银两吧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，不过这红利和来路。 您可得跟小弟说说。
兄弟，你觉得这分红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，很满意。詹先生，您刚才可都听清楚了哈？你居然敢陷害老子！干他！动不动！再动，老子毙了他！你兄弟两个今天设计我，放了他！那你就鱼死网破，谁也别活！哪儿接来的？上海。你刚刚为什么要躲在那儿？您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见见你。你见人的方式还真是特别啊。对不起啊，你还疼吗？我。果子，哎，少爷，送这位小姐回家。是，小姐请。见到你吗？能。我不是说在戏台上。也能。小姐请。
是我。心思游移，气息不稳。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你了。大哥，我觉得二哥不来见您，可能是怕见您。你二哥心思重，他想回来，自然可以随时回来。啊，这么说来，我们三个已经很久没去了。这样，改天你唱一出《游龙戏凤》，大哥去捧你的场，然后顺便见见老二。可以啊，我明儿就去安排。哎，大哥，嗯，这有段时间没见你练拳了。我这是困时动懒腰，熟络熟络筋骨。拳在你心里，不会生的。大哥，咱经营戏班子这么辛苦，为何不开家武馆呢？那样多威风。再说了，咱家的本事可全都在您身上。开武馆，教你都这么费劲，你是想累死大哥呀？啊，这玉堂春的真粉世间难求，如此贵重的礼物小主怎么好意思收啊。哎，高山流水知音难求，你我一见如故，这戏谱怎么能比得上你我相识之谊？那小主可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不知唐先生这次来上海，原来莫老板请了客人了。我跟小月约了今天喝咖啡，不知唐老板可有兴趣一起前往？好雅兴啊，才子佳人，一段风流佳话，唐某就不打扰了。唐先生这是说笑了，我府上有一块珍珠流苏，是我师父传给我的，一直未曾见人，改日还请唐先生到我府上一叙，共同欣赏。好啊，那唐某就翘首以盼了。先告辞了，请走。好，老爷，路上辛苦了。我走这段时间，家里一切都好吧？啊，家里挺好的。您明天想吃点什么呀？小笼包吧。哎，行，我让。下次我请大家。家里来客人了。啊，这是三少爷请的客人。唐老板能来，真的是小弟的荣幸。老爷回来了，怎么能让你请呢？哎呀，没关系的。大哥，好热闹啊，小主。这位是？在下唐正凯，莫会长，久仰了。大哥，唐大哥是江浙一带的新任督军，我俩都是戏迷，所以结下了忘年之交。见过。唐兄。不必客气，莫会长英雄气概，唐某颇有一见如故之感呢、啊。见过督军大人。大哥，坐下一起吃饭吧。好，请，请。
大家喝汤，喝汤。杜小姐第一次登门做客，你何不带她去四处转转？可，大哥。啊，这千回百转的世道，又让你我二人相聚了。这次来是看看故人，看看这十年来，他隐姓埋名。过得到底好不好？救没了，大师兄。确实救没了，师弟。功夫放下了吗？忘了，快忘得一干二净。报纸上的莫会长可是神勇无比，堪称无双。这就对了，有的时候我都怕你忘了你姓莫云丽。莫云丽。我兄弟三人苟活于世，心思早就被这世道迷惑，杀父灭门的仇都让我十几年不去寻，你师兄这次来找我，想要什么？十几年了呀，有的时候我都恍惚，到底是你躲着我，还是我躲着你？当年你爹太将挡了大家的路，武行终将没落，长枪短炮的时代我也没有选择。你爹和我爹都一样，都是死在了时代里。我听二弟说，我爹是被你一拳一拳打死的。打死你爹赢得不光彩。怎么样，师弟，你是墨家人，让我正大光明的赢你一回如何？到底怎么样你才能离开上海？拿回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你身上的墨家拳。拿走了它，我的余生才安心。师弟，有句话，宁在一丝尽，莫在一丝停。这是师父当年教我们的权利。墨家只能有一个武师。管家，送客。莫会长不必相送了，唐某还要在上海盘桓几日，改日再来登门拜访。
为什么？我不懂。你逼我露招，把季如芳引来上海，然后利用云轩逼我出手，这一步一步难道不是你的计划吗？你放任云轩和季如芳相交，啊？你就这么对待你的亲兄弟吗？我不会。我至今还记得我爹惨死的样子，我记得我们兄弟三人在上海躲躲藏藏、隐姓埋名过了十几年，我甚至还记得我哭着跪着求我大哥报仇，可是他却说不得寻仇。大哥，你为什么如此懦弱呀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闹够了没有？大哥，你还知道怎么伤人吗？你空有这一身本事，却不敢对敌人出手。我在爹面前起过誓，要拼尽全力护住你和云轩的周全。你不要拿爹和三弟做挡箭牌。大哥，你这一生究竟是为谁活着啊？小时候爹嫌我和三弟底子薄，把墨家拳法禁书传授给你，可你呢，连墨家拳都不敢露。你知道你这样像什么吗？懦夫，不配练墨家拳，不配。闭上眼睛，都是我爹被一拳一拳打死的模样。谢谢你来陪我。在想什么？在想这十几年来，什么事做对了，什么事做错了。
你想想我吧。报告司令，前线来电，北伐军攻势猛烈，防线步步收缩，浙江已告危急，咱们还是尽快离开上海。我让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？人都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动手。但是司令，咱们要不要？莫在一丝停。把人给我撵出来！目前商会的来往贸易码头、戏院和全场都被季如风的人控制，而且警察局长杜世杰好像也在暗中联合他们在打压我们。杜先生，季如风简直就是欺人太甚。阿锦，我让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办妥了，后天上午的船票。云烈，真的要走啊？大哥，为什么不正面迎敌？他可是我们的杀父仇人啊！我意已决，后天我们一起出发。我不明白。保重，保重，拼尽性命也要护住云飞和云轩的周全。这是十几年前爹死之前让我在他面前起的誓，这些话已经压在我心底十几年。可是这十几年来，我没有一天不想去亲手杀了季如风。但是我不能这么做，我宁愿像蛆虫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也要护住你们俩的周全。大哥。在这丢墨家人的脸，带走季如风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云飞被季如风抓走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
莲儿，爹这辈子不按规矩办事，总想着为无界改变点什么，到头来却犹如匹夫撼树。所以爹希望你们兄弟三人不要冲到爹的覆辙。修强身可以，但绝不传武授业。这第二件事，无论日后发生何事都不许寻仇，爹不希望你们心怀仇恨活着。第三件也是最要紧的，就是照顾好你两个弟弟，拼尽全力也要护他们出去。云烈乃至兵者是凶器啊，爹，你保重，保重。儿子今世可能做不到了，可儿子今世定会拼尽全力护住云飞和云雪。而且你留在那人身上的功夫，我今日也会一起替您取回来。墨家只能有一个武士。哥，放了他，给我个理由。既然我来了，必要换云飞活着回去。今日你我二人把十年的恩怨做一个了结。了结？怎么了结？我来了，无论生死，今天不比拳脚，比刀。大哥，刀！我记得师父说过，习武之人应以道服人。师弟，你的道哪儿去了？取走你身上的墨家拳，便是道。如果我赢了，你离开上海，永远不得以墨家武师自居。如果我输了，我兄弟二人自绝当场。副官，取刀。Yeah.
身上的墨家拳，今天我要全部收回。墨家的东西，我拿回来了。为了我，还不如杀了我。大哥，动手啊！云烈，乃至兵者。是凶器啊。师父他曾经说过，功成无所用。我懂了，懂了也就毁了。今天你废了我，我终于可以有脸去见师父和我弟了。